噔噔噔噔噔噔。大家好呀，大家好呀，等一下，菜包包，你要喊人吗，外哥？不要。OK，准备，我们开吧。那玩具枪为什么不来啊？你忘了吗？我上次给你截图，玩具枪为什么不来？你懂的呀。枪为什么不来啊？哦，你忘了吗？我上次给你。晚上人家好，没晚上枪好。炮啊，小 RK，人家都是烈火狼王，我操！我肯定菜一点，我不行啊。准备那个准备一下，包包，菜包子。哦，咱们是直接匹配是吗？对，菜包子。嗯，晚点播，晚播什么呀？别播了。请看牌。哎呀，我这，哎，我怎么？哎呀！天黑，请完闭了，你们眼。看见我身份了，我操，完了，我这怎么办啊？不投票了，不投票了，这没，这都知道什么身份了。不上去了。七号玩家发言，我不是冤家啊，井上的牌好少啊，我就过了吧，好吧，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因为井下的牌这么少，那井上的牌这么少，那井下肯定开多蓝。井下开多蓝的话，那井上在听嘛，反正也不知道二四五十里面哪两个是最跳的。我过了吧，好吧，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你尬聊，只是给蓝人牌，只能给蓝人牌准备时间，因为预言家。说的对，兄弟，你说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预言家牌是不需要有准备时间的啊，就比如我，因为我是一张预言家，昨天顺嘴摸了十一，是一张金水牌。七号玩家没觉得哪里特别像狼啊，虽然没有也没有把自己这个好人的面完全展示出来，但是我觉得直接去留他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吧。井下听听他的轻轻的发言，再去决定。然后
警徽流的话，因为井上我是第二个位置发言，所以我就考虑井下魔了。十一是个清水的情况下，右边我想八九十二里面定一个十二，好吧，想定一下十二。第一验验十二，然后第二验的话，因为对面有一个一号玩家离线了，所以一就不进我警徽流了，三也不想留，六也不想留。这是六吧，十二六吧，留个六吧，好吧，留个十二六。就感觉警徽流感觉有点空气的感觉，流出来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也很难证明什么东西。只有右边的是第一验十二，可能是意义比较大的，也可以帮助我排一下右边的格局。假设七号玩家，因为我觉得七号玩家有可能偏好一点点，说实话，所以没有经验的原一部分原因。假设七是个好人的话，十一是我的金水，十二印刷还是个好人，那八九就直接进坑了，对吧？至少得出一张嘛。通常意义上，我们可能会觉得八九至少出一张啊。然后到时候咱们就好砸很多。右边的话，二四五里面肯定还得出一张跟我悍跳的嘛，所以就十二六吧，就十二六吧，好像也没什么太多能逼逼的。我那个验人心路历程也没什么心路历程，我预言家都是直接顺追摸的，就这样吧。井下再给你们展现更好的视角和更好的逻辑，但我希望井下有好人的话就给我投一下票。更好的视角和逻辑方面，开场白就反正不太像预言家，开场白就前面的几句话。就不像那种情商很少的话，很少的人，然后那个预言家能发出来的言，啊，七我觉得像个张好人牌啊，天天四五发言，我是一张好人牌。我跟你反过来呢，我觉得这个十还好啊，这个七就不一定了。让我过。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单边预言家。啊，没对跳啊啊，这预言家掉线了，这有啥意思？都没有狼汉跳的。完了 ，KS 估计出不对人。我九发言，丹麦尔玉拍圣文一个民，没有别的，我没怎么听。好像我没听到，就听到一个冤家跳，我也没听到他验谁，过了吧？你随便出吧，就我是让民牌。这是什么玩意儿？要发言，这个十号牌听着那么像那个 K 神，是吧 ？K 神，真的。有八牌这里认狼了，好吧？因为。我听这个十号的发言非常像，好吗？我认为在这个十号牌面前，本来我玩狼玩的也不好，好吗？我觉得我藏不了，所以我不如趁早就是确认一下这张十号牌是不是那个 K 神就可以了，好吧？我操 ，K 神太强了，就过了。看他名字，他叫小阿 K 啊，不是 K 神吧？应该，我底牌是个平民啊，好吧？就今天有八号牌可以出，我觉得挺好的。就右座有一个蓝了，你还可以在右座位再去验啊。九号玩家不知道，好吗？就在这个时候盘逻辑盘不了，我觉得一天找一个蓝就行了，所以第一天有蓝牌可以出，我觉得。就挺好的，感谢今天后置位 touch 什么，让四号玩家就着重点我这个七，说我这个七不一定，那我就想听听你为什么聊我这个七不一定，因为我觉得五四蓝的话就是我不想跳，对吧？否则的话，那井后置位不可能不开蓝吧？二号玩家去打这个十号牌，二号玩家底牌如果蓝了，一定是期待他后置蓝去起跳，神一定是想让他后置蓝队友去起跳的，对吧？那五这张牌没有起跳。听他们聊吧，反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盘太多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一张名牌能给你们提供的视野就太少了。女巫可以起来爆个饮水啊，爆个饮水的话，我觉得
可以哦，翻译过来就是摸鱼，找是个好人嘛，也有可能这个 Hatch Fish 摸鱼，好，也有可能这个石是个饮水预言家，所以蓝队不想取这七条，我觉得可能性是蛮多的。脚位的话，这个伊里线了，那六和十二都没上紧，其实我觉得脚位应该要上紧，脚位不上紧的话，在这个位置有很多人都会聊什么灰蓝之人，我觉得现在都很那个了，好吧？感谢咩咩咩嗷的这个告白灯牌。喂，为啥要那个什么？为啥女巫要跳啊？因为我觉得不是有人认狼了吗？女巫为什么要跳呢？如果你说深推局大家不确定哪张是狼牌，那女巫就报一下信息呗。但是不是有人认狼了吗？所以为什么要求女巫跳出来呢？七号玩家，反正在十号玩家发现自己改警徽流之前，他的警徽流是十二号和六号。谢谢豆包的。如果你有机会说话的话，可以想办法把井上的格局定一定吧，因为四号玩家的发言是蛮奇怪的。他跟前这位的二号玩家是意见不一致嘛，二认为你十不行，二认为十可以，但是他却没有攻击二。谢谢杜卡斯的续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他的发言时间没有够到那个，没有够，不太够，因为后面五号我就放手了。所以你再听一听吧，井上二号、四号，包括没发言的五号和七号，我觉得还是要定一下井上的格局，因为毕竟。虽然说没有人跟你跳，但是毕竟还是有不少人上了进去，好吗？我不建议你不跳的。今天八个任狼就出八呗，过了。站起来了啊，卢卡斯怎么说？这我好人啊！就二号发完言，四号发言，他说他没有跳的时候，我就放手了。因为他没跳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怂狼局，我就把手放了。因为那时候二号是把手放了的。我想的是四号看见我放手，因为他自己没跳嘛，他看到我放手的话，他应该也会直接放手的，我是这样想的。别的就没了。现在其实是没有逻辑节点的，八号任狼就先出发，别的明天再说啊。如果到你十号发言之前有狼自爆的话，你还是顺着你的警徽流十二六去顺验就行了。没有人可以改你的，没有人可以改变你的警徽流的。如果你能自己发言的话，你就自己到时候改，别的就没了。好的，我想不通为什么狼不跳啊，对不对？井上牌那么少，七十二四五，我好人啊。你这六号玩家认为七号玩家不好，那七号玩家为你觉得他不好，那后座他也要开匪徒弟啊。井上他不跳，是这个道理吧？我觉得七号表的还行啊，没觉得他不好。别的就没了。那你来吧。你不会玩就生气。这个七质问我，那我就问你，你是聊了多少好的内容，就让好人一定认下你是好人呢？还是我井上的发言一定锤你是个狼呢？也都没有吧。没有，只不过我觉得十的预言家面是一张很正常，有视角的预言家牌啊，对吗？我只是把二的发言倒过来了，我的内心话就是，我认十是个预言家牌，七不一定是个铁好人啊，因为二认你铁好人的依据，你问过二吗？好像你也没有啊，别的聊什么呀？我也觉得七好。井上不开狼，井下开四狼了。一是个离线的，八是个离线的，六还在挣扎，那就是个好人，对吧？那就是三十二，对吧？啊，除非这个九不知道八认狼，没坑了，这么简单吗？五六七全好人，好的。哎，我觉得你们这发言都多余，让 K 神告诉我们狼人是谁不就完了吗？八号碰见 K 神跳都不敢跳，那个我就过了，我就等着那个 K 神带我赢了啊，我过了。就真逗，这些人。K 神，他听的发言也不太像厉害的人物，因为井上人蛮少的嘛，我觉得他这个前面还平铺一下，跟那七还对个话，这二绝逼是好人。
那我要觉得井上平手，我是个预言家，我也可能就会讲，第一时间我是不是前面吞灭了？我会第一时间把那个。居然是我 K 神不是厉害的人物，他怎么疯了吧？而且这种局讲实话，狼是很有可能自爆的呀。这二号疯了。他还没发言前，他就点个加值卡，所以这几点我觉得这十不太像。那七我也没认他铁好人，只觉得十可能为狼十跟七的对话就不太像狼队友嘛。他上来跟着七对话了一下嘛，什么哥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这就是我井上一系列这个东西，对吧？那可能每个人玩的不一样嘛。那我反正我玩预言家看井上很少，首先我不会去点加值卡，就很容易被浪费嘛。有可能刚聊人家就爆掉了，对不对？多土呀！因为狼也可能会等着看哪个是预言家就爆掉了嘛。第二个就是我会很快的把这个爆演人爆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不会讲聊那么久，还跟气聊一会儿，然后再去爆这个演人，那他唯一预言家就没办法了。笑死我了。能跟你是一个这个家庭条件吗？人家这加时卡不光光随便点吗？对吧？这点加时卡也打人家，你这玩这游戏玩的，不知道啊，挺厉害的 K 神。有，居然这个地球上有人因为 K 神认狼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是2021年吗？我的天哪，太牛了，实在太牛了。那 K 神来吧 ，K 神来哈子，点四个 K 神，点四个，然后结束对对答案。这局游戏嘛，赢嘛，包包赢了呀，对吧？这个怂狼局又有认狼的，第一天又出不错人，你这警徽留一留，哎，对不对？这输是输不了的，但是就考验你的时候，就是在于你第一天听完我们井下的发言，能找出几个狼人牌。哎，这个是，加油 K 神，加油。我不是狼啊，我是狼我就认狼了，因为你是 K 神，我也藏不住的嘛。太你妈欠了，哎呦！你让这个 K 神听完一圈，你们不是这个捧 K 神，就是拍他马屁，他能听出来你聊那些东西有几个和这个游戏有关？你不聊这个游戏，他能听出来你是狼人牌还是好人牌？你们都要拍马屁的，你们拍吧，一张张退。我过了，反正这预言家已经知道确定是张十了，就先出你十一，你敢不拍马屁？这游戏我觉得正儿八经在认真玩的，就这个十一号玩家，还有这个二号玩家，对吧？二号玩家虽然说我发言不好，那是因为那我打一盘游戏，我不能那么用力啊，那么认真啊，总得给狼人一些空间啊。我要太认真，那狼人怎么打呢？对不对？十一号玩家说也挺有道理的，就场上这些人这么聊天，那我能听出个什么身份吗？我听不出来，我只知道八是个狼，其他还不得靠验嘛，对不对？那预言家就验就完事了嘛。出八啊，这个咱们先归一狼再说。感谢八号玩家，啊，八号玩家你真是善良，你太善良了。这个八号只能说隔着这个屏幕和这个网络没有办法跟你相见啊，不然一定握住你的手喊一声谢谢啊。然后出完八呢，我想验谁啊？十二号玩家都这么跟我说了，那十二号玩家应该没有这么做作吧？那十二号玩家放一放，十一放一放，右边除了八之外就剩七跟九，七，我觉得二说七还不错，四说七不好，对吧？但二号玩家我听那个发言，我觉得挺像好人的啊，因为我是觉得我井上发言挺真的很一般啊，我是觉得狼人没必要不看跳，所以井上我暂时不太想去管井上的事儿，我想去管井下的，我觉得那个一离线的有可能是个狼，不然狼人干嘛不打？不好打呢，我也没懂啊。因为八号玩家虽然他这么说，但我觉得可能他是有些开玩笑的意思啊。当然也有一部分小小部分原因，可能是的确他像他说的一样，他的狼玩的一般，可能不是因为我厉不厉害这个事情。一可能是一个，八可能是一个，我听的三一般般，三可能是一个，六听的可能还凑合，所以有可能是一三四八吧。我随便点一点啊，我不确定，因为四五里面我觉得可能要出一个。啊，可能要出一个。当然的话，我得把右边的这个七跟九里面，我在想是验九，验七的话就是定二四，定那还有井上的事儿嘛。想一想啊，我自己也过得去。要不要把这个要不要换这个九？这个九这个狗头一直盯着我看，怪难受的。加点戏嘛，真逗。那东西有什么过不去的？嗯，行吧，那我们就验九吧，好不好？验九，我觉得这个哈士狼挺有点意思。验九，九验完的话，下一验验四吧，好吧？九四顺眼，九四顺眼，今天出八。
啊，然后应该需要说什么吗？不用说其他的吧，就这样吧，过了。复盘那不得明天？怎么说？怂狼局，那个怂狼局，那个怂狼局。狼是因为真的我玩狼玩的确实不好，就发言 发的很烂的，然后听这个石发言呢，我就觉得他像那个 K 神，对吧？所以我就点了一下，看了一下名，对吧？很像，所以我就感觉真的这局就藏我也藏不住，就拿好人牌还能打一打，对吧？拿狼人牌本来就很虚，然后发言发的也不好。为什么说就听发言就感觉这个十号牌像那个 K 神呢？因为就 Pentakill 看了很多季，好吧，就感觉就第一感觉就像 Pentakill 里面 PS 叫 K 神，再想想就没得玩了，好吧。本来怂狼局就很难打，就对不起狼队友了，好吧。主播区真的太厉害了。过了过了过了，主播区有那么厉害吗？这八号天黑请闭眼。我闭手，我 K 神怎么说？这波我是不是 carry 了？这波 K 神我守的是不是还可以？找不了呀，我怎么可能找到我是守卫呢？我这啥也没说。天亮了。九号死了。K 神太强了， K 神，都不让 K 神说话，这帮逼，请闭眼，哭什么 ？K 神要走了，这 KS 两天验人也没报，那警徽流留的谁呀？我都不记得他的警徽流留到谁了。天亮了。完了完了 K 神死了。离线是啥意思？哎，四号离线凭什么我第一个发言啊？我那个守卫，
我第一天空手的，然后第二天守的我 K 神，好吧，那个九号怎么死我不知道是被刀的还是被毒的，那我肯定得守 K 神，因为虽然我不知道 K 神是谁，但是大家都说他厉害，我就守了他，然后没了，然后我又空守了一天，然后因为我知道那 K 神肯定死嘛，对吧，然后我守卫我高者我就先跳出来了，好吧，那肯定要拍身份嘛，因为这局不拍身份，因为已经有两个狼都死了，所以我肯定要拍身份啊。那其那剩下的就在剩下的这个，但是我忘了 K 神的这个警徽流是谁了，你们回忆回忆好不好？那我就过了，我是守卫啊，我第一天空手，第二天守的 K 神，然后又空手啊。四是顺烟还是选烟？那第一天又从酒里面发烟。阿九如果想自刀被毒掉的，被毒气爆。八如果也是狼，那不就只剩一个狼了？第二天还有刀口了，依旧不是狼。嗯，他还想了半天。我认七为好人是基于，因为我警察认为十可能是为狼，十跟七的对话，懂吗？跟七的发言是没有关系，因为七警察的发言听不着好好与坏什么东西。第一个发言的，对吧？对对对。只是觉得十有可能为狼，那十跟七那个对话，我觉得是不共边，所以我觉得可能七为好人。是是是。那三跳盾了四号，不是我，反正我不是盾，那不知道你是不是盾。九回六跟你，你应该是好人呗。不知道这个十为啥想了个想了半天，他就不管摸的九啥的，摸四都不都给四，那就认四好人。四跟七那个对话也不太像狼的，那你就歪着位再拍拍嘛，对不对？我是这张明牌，好吧，我好人牌。我觉得六那轮的发言不太像了，六轮的发言是说了四，的确是啊，他哎，他打了四了个点，我是比较可以那个的。虽然讲四线为好人牌哦，我也抢不定嘛，因为当时我警察也听的，因为他是质疑了我的那个嘛，可是他的发言好像觉得我应该是好人牌那种感觉。六聊了个点，三日盾。十二发言就有点做作了嘛，可能是个做作的狼，可预知位出了那么多狼，也不知道边角位，第二刀狗是谁，可以报一下，报一下，然后知道那个六当然是质疑了七的，七说要吕布跳，然六说，六说需要吕，那六可能往后放一放，我觉得，好吧，五上来发言不太像狼，啊狼也可能就是十二号。聊得很做作，聊得很做作。他聊了个东西，当时十把他放下来，他怎么聊？他聊是个狼，他就不玩了。那哪个发言都不像狼了。三如果为真盾的话，不知道三在跳盾肯定对面打的，四十一两个金水，对不对？肯定对面也是打的。我是好人呗，上人是有刀口的，对，是有刀口。你就盘七八九三个狼，那一也得不是狼了，对不对？好吧，在那把我扔下来，然后你们你四在后面听一听嘛。对不对？反正我是好人呗。你要我是狼，我警察没必要就打这十，对不对？你要打我，你就要去想想这个五是不是，对不对？我打他，我就自己跳了，对不对？我这不会一号预言家 KS 自刀吧？给四发金刚狼，那不是我们全被秀了？那个我守卫啊，第一天空手，第二天守的是第三天空手，跟这三号这狼人他编的是跟我的盾路是一样的。那个是这样，那个二号玩家我不知道是不是狼，因为三在这里选择跟我悍跳守卫，我觉得一可能不是匪，因为一是匪的话，三是最后一个狼，他跟我跳守卫赢不了嘛，赢不出来。因为大概率你们都说不知道九是吃刀吃毒，那哥们儿十的警徽流是明确的先九后四，女巫再怎么样也不会先毒警徽第一警徽流吧，所以九大概率是吃刀的，那女巫是有毒药的，三如果为最后那个匪徒，他就算扛推了我也赢不出来嘛，是这个逻辑吧，所以说应该有两张活狼牌，我觉得一可能不是狼，因为三在这里守住了几条守卫。那个二的发言吧，上轮觉得可能不太像，但是你这一轮都在发什么眼呢？说我是个做作的狼，井上用十点加时卡打十，
认三十个盾，你发言说因为对你那个逻辑在盖牌视角听来可能有点道理，因为四十一现在是两个金水嘛，那个三号玩家他确实是顶着两个金水悍跳的守卫，但是你也要结合一下三号玩家的人设嘛，人家毕竟是戴老师街歪老师对不对，国服第一狼王，那他第一轮听完一圈发言听出来四十一不是守卫不也是洒洒水的事吗，对吧、嗯、所以而且三在狼队的话我都怀疑九刀出去可能是个女巫，我觉得其实不好打，你这一推要是推错了可能就没了、嗯、对吧，三在狼队嘛，哎你们要没看过我是六还离线是守卫，你们是不是真的是牛肝的鬼话了，那怎么办呢，你们会是四金水十一金水六离线了，五的发言比较短，井上其实你要看哦，七是个自爆的狼，他在井上第一个位置没有选择起跳，那么怂狼局是不是大概率井后现在四十个金水二五里得开一张匪徒啊，那七号玩家不能说他井后一张狼队有没有他就想着打怂狼局，这不存在的吧，那七现在成立一张自爆的狼，井后肯定有狼啊，四十金水二五里必出一狼，三是个跟我对跳的狼，那格局就是这样呀，对吧，嗯嗯，那我再听听五发言，我不知道最后一狼是二还是五，那四你去归票呗，你要能听出来我是守卫就把三投了，听不出来你二五里投好吧，谁是守卫啊？我觉得可能十二像一点吧。啊，我的小五号是狼，他没有攻击性啊，他就攻击你十二号玩家。不是，他认为五发言不大像，他认为六七不共边。对啊，三跳守卫啊，四十金水啊。他聊的不好的点就是认为他没有盘出来你刚刚盘的那点，你盘的那点一定是正逻辑啊。七在第一个发言那个位置没有起跳，四个狼没有起跳，按正常逻辑盘是不是后座井上一定开匪徒，所以他才在第一个位置不起跳，那好好人你视角里四十金水井上一定进五啊，这个四是个银水啊，没关系的啊，我晚上可能会泼掉六号，四号银水他肯定验出来的金水嘛，对吧，四号肯定好人，因为我在想狼是不可能去就是九二号还盘一个很奇怪的九号怎么可能会是狼自刀了呢，九号是狼自刀了，七号自爆，狼还砍人干嘛，狼还砍十干嘛呢，狼就自刀了呀，是这个道理吧，一定是预言家留了谁，因为打怂狼绝对板子一定是预言家刘景会留了谁狼去砍谁，很正常的，这个事是第一天我捞的啊，所以井上我一直没放手，这怎么办呀，发言他没跳我就直接放了， KS 原价你们自己去听啊，我觉得十二能聊出那一点我觉得他守卫面就很高，我也不说守卫面就好人面很高，对吧，正常逻辑去排嘛，七十狼自爆七不跳后座井上避开匪徒，不然七号这个位置没有理由不跳、哦、他一不跳就直接形成怂狼局，也有小距离小概率这种七十个狼不跳嘛，后座警察不可能，很小概率、嗯、反正二、哦、我不会赌你啊，你放心啊，我就把六赌掉吧，别的就没了，嗯，你们说这个十是个神，十这个神点出来的是一三四八的坑，他说四五里面要开一个狼，本来这个十二前半段发言的时候是吧，我说要不就推三吧，加快速度，毕竟十是一个神，他已经说了三是一个狼，四五里面开一个，到了后半段我说凭什么呀啊，
就是他不已经也说四五里面要开一个狼，我是好人，五不也是狼吗？那我推五不得了吗？你三十二干死吧。结果十二最后来了句，怕我分不清，他在帮我去找二五里面哪个是狼，对吗？还配置绑架谁呀？那就不用了，那就说明十，我说七可能是狼，他说七好人，四可能是狼，不一样。事实证明他不行，他说三是狼，三跳盾了。他说四五里面要开一个狼，他不行。狼四是好人，他不行。五是女巫。那我凭什么要听这个十的呢？就是，那我就信三十盾啊，推十二啊！我操，高配呀！起来，你爱读谁读谁去。真够逗的，我的天哪！谢谢菠萝的钉牙卡，谢谢，感谢菠萝的钉牙卡。怎么着，你这小伙子？嘿嘿。没关系嘛，四号玩家可能还那个没成年吧，这个叛逆期还没过，是不是？那个十号玩家说呵呵，你这发言不就是未成年吗？叛逆期没过的发言吗？别人说什么你就要逆反一下，是不是？也挺好的，这个逆反情绪在游戏里发泄一下就行了，别到现实里去发泄。哎，挺好的。那个六号玩家离线了，没听发言，能点我票的，二能投我的，二三吧，我不知道二三那个二六里谁是狼，因为六他没听发言投我，那个什么？什么？我想想，哎，这游戏还能赢？我看一下啊，那个我想想，看一眼售票卡，谁帮我投的这个三？另一个金水帮我投的三，女巫弃票，嗯，不错，优秀的。我不知道那个二三二六里谁是那个狼，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没发言投票，一个是井上的悍跳位，因为我跳了女巫嘛，那就只剩下二一个悍跳位了。从逻辑上来说，我不是盘了吗？井上那逻辑七字爆了，二四五里得开一张他的匪队友，不然他不就是想好了要打松狼局吗？也不太现实吧，对吧？而且那个五的饮水不是四嘛，那七号玩家他当时还是能跳一跳，他也不知道四就一定是饮水鱼嘛，对吧？四是饮水鱼再说嘛。所以说逻辑上应该是二三双狼，但是我也不理解六怎么投的我，嗯，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也还是挺优秀的。十号玩家点的四狼是谁来着？一三四八，嗯，点错一个四，一三一可能也不对吧？哎，没事儿 ，K 神点错两个也是给狼空间，三点对了，八点对了，对吧？哎，没毛病啊，那应该是二三七八吧。嗯，应该是二三七吧。那五号玩家，你工作工作呗，对吧？你工作工作呗。那我是个狼，我是不是不能是孤狼呀？只有一个金水给我投票，我不能是孤狼吧？你看，你是女巫，四十一是两个金水，那个十四号玩家他叛逆期没过投我就算了，那个二三六是不是三个 X 身份都投的我呀？那我得是守卫吧？这个能盘出来吧？那你稍微工作一下呗，我过了啊。天黑，请闭眼。他们会刀我，还要刀女巫呢？他们应该会扛推我，因为牛肉干发言很用力。牛肉干发言这么用力，肯定是为了扛推我，所以他们就不会刀我，会刀女巫。神牌只有女巫，那么手五对吗？我死不了，肯定不会刀我，肯定不会刀我，肯定是手五，因为他没人狼，如果我要是那个守自己的话，万一砍的女巫出局了，我说不清楚。
天亮了。读了三，读了三，三十段。反正我视角里面，只要不是女巫，就是铁银的局，对不对？你读了，你反正你说要读六，对，四是那个金水，十一是金水。我是被除了读的还是？你读了六，明天初三，反正我是好人。那除了讲五不是女巫，五不是女巫吗？对啊，你不知道读六，你也不读六。我不是女巫，就是女巫啊！哎，不知道，哎，分析分析。反正我是好人牌，哎，这个十二只要攻击了我，那你五如果形成真女巫，那后置位就是那个嘛，没有狼嘛。因为听你五上来的发言，我觉得不太像，不太像狼，对不对？明天这个东西不是讲前置位，我一般都是过一天再复盘。四是饮水，对啊，井上开饮水牌，前置位狼不跳不正常嘛，对不对？我当时在想十是不是饮水牌，对不对？而现在出现这个刀口是怎么搞的嘞？五不是女巫啊，九是女巫啊。这个是，你读了三，读了三，那读了三，他也不可能自刀啊，对不对？这十二如果遁走了，他不会出现这个刀客。一是个，一是狼，十二是狼，这十二也没必要，也不对啊。你读了三，那十二也没必要提到那么长时间了，对不对？反正我是好人呗，你四十一把我就扔下了。我能不能喷着他？希望他我守他，他还堵我，对不对？是女巫怎么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反正五是女巫，在我视角里面是一定赢的呀，对不对？所以出三出十二，就无伤大雅。十二怎么讲？上梁的发言有点做作，做作的人我就觉得蛮像狼。哎，好人牌那么聊干嘛呢？对，说什么他是狼就也不管了，听着就像狼在那做作。对不对？就打硬打什么气，这个东西不终归挺发言嘛。完了气在前面不跳了，后置位就一定要开狼。所以啊，气第二天聊那个东西，我听的也蛮像狼的。我认他为好人，只是基于我当时认识十可能是狼人牌，知道吗？第二天就在聊什么，聊什么，他反正就聊着哪不跳，后面就一定要出狼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我这儿不存在，对不对？这有可能不跳就是狼，有可能都在井下嘛。反正我好人。保人下来，我们后置位看怎么搞吧。五在说下刀口，怎么会出现这种刀口啊？对不对？哎呦，这不会一号是狼吧？还没刀人。我先解释一下，我上一轮是听完了十二的发言。然后十一发言的时候我卡住了，我就重进了一下房间，结果我发言就过了。我不是没有听发言投的十二，嗯，反正现在的结果是五号玩家一定是一张女巫牌，对吗？因为三号玩家他不可能是中刀的，所以三号玩家只能是一张吃毒的牌。那毒药既然能开出来了，女巫就在场呗。女巫在场，那五号玩家还活着，五就一定是女巫。那四十一是两张金水，我是个好人。所以狼人牌就只能出在二或一里，所以造成昨天这样的死法，就是要么是狼人牌是活着的二去砍了这张五号被三顿住了，平安夜三单吃毒；要么是一号玩家是那张开不了刀的狼，对吗？所以以我的视角来看，最安全的打法是把二投了，啊，如果游戏不结束，明天再投一那张不带刀的狼人牌，那或者今天投二，二是那张最后狼那张狼人牌，游戏就结束了。我投十二的理由还是比较简单，因为我觉得三号玩家前置位挑守卫，他没有什么攻击性啊，他立了个守卫，爆了一下盾流，然后也没有点狼坑，也没有说一定要今天去对菜包子谁是谁，所以我觉得三号玩家那个位置如果是一张狼人牌，就算场上有两个活狼，他挑守卫的收益不是很大，所以就把十二。嗯，有道理啊。你们看到今天早上起来三单时，你的视角不就是好人就基本上赢了吗？是这个道理吧？三跟十二一定有一个狼出局的吧？七八为两个，那是不是场上就只有一个狼了？对不对？哦，我本来想独六的，我想了想没有独六啊。
因为六是第一个起来锤了七的，我在想，因为那时候七井上没什么人去锤他，六是第一个起来去锤他，六七为两个回合同伴，二号玩家先作为你为好人的话，先作为保下来七号玩家为好人，六在这个位置跟七是匪徒同伴，他先去把七身份再拉低一点，就不大可能。九点是这个道理，大家记得提醒我一下开抽。九怎么可能会是女巫呢？怂狼局九第一个发言，我平民，怂狼局就开始。那有可能五号就把我毒了，然后一号是那个离线了啊。然后八号后面认对吧？然后没刀人，因为我不是女巫，谁是女巫？也有可能二号是狼砍了五，我手便宜，就不好说。那我这样砍呀，那么我能这个找他。就是哎，你这个圈子我觉得高配很多很多啊，但是我也跟你十二不熟啊，你拿你这个线下圈子玩网杀合适吗？啊，还有我未成年，就你那身板啊，又矮又薄的，你跟我说我未成年还是你未成年啊？你是身体发育都不太全啊，关键你是个狼出局的，你跟我贴脸玩，你以为你发言很好吗？我是好人，我肯定帮好人玩啊，因为我赌气啊。你觉得你出去的，因为我是赌气把你推出去的吗？那三的对面肯定比你大呀。今天我们还是延续这个十的反向逻辑，他觉得二七好，那我们就推二，好吧？我觉得六可以啊，那我们就推二。至于明天呢？哎，什么叫十的反向逻辑？怎么还拉踩啊？怎么六还可以？这不建立对立面吗？不是挑拨这个 KS 老师和这个牛肉干干和那个菜包包的关系吗？哎，这拉踩怎么？哎，这人怎么回事？这过分啊！这过分啊！这人，天哪！这牛肉干干不要面子的吗？你这么说，能不能拉这个四号再玩一盘？能不能拉这四号再玩一把？下盘教育他，这怎么回事？怎么说话呢？这是能不能跟四号一块玩一盘？四号就是这个十打了你一轮，就你就觉得哦，人家说什么他 K 神不 K 神，你就这个意见就很大。谁先叫 K 神的？真欠！那会听的不都能听出来吗？对不对？这没有那个嘛，攻击性那么高干嘛？打你不也正常吗？他觉得四五里面出狼不是正常的吗？对不对？他觉得我二的发言也不太像狼，他觉得四五里面就像你们外置位很多牌都会这样去盘嘛。就是我 K 神还不能盘错狼了，你觉得四五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原始特位吗？能不能加四号一个好友？很正常的，也不是讲那个。小伙子挺厉害啊！不知道，是三十盾啊，刀了五，刀了然后三盾出来了是吧？啊，也不知道，那是六，只有六十狼嘞，只有六十狼，一十狼，哎不对，哎他也赢不掉啊六号，我就不知道四是饮水了也不怕，那实在的飞警回头这人想了吗？就不知道想什么东西，我好人的话。天黑。请闭眼。不知道，看死不死人呗。如果不死人，那就一号是狼；死人的话，那就输了呀，那差不多要输。
天亮了。哦，那就是一号离线了，那没毛病了。这不会空刀吧？那就初六啊，反正我赢的。初六，你是狼吗？就你如果是狼，你就认一下；你不是狼的话，也会出你。你是知道吧？如果你是狼吗？你是狼的话，你也只能空刀，知道吧？场上有两个神，一个猎人，一个女巫，两个平民，对吧？三跟十二，不管谁是守卫，一定是一定有一个狼。七八位两狼，非要打这么纠结吗？只有一狼，你不是就一定是这个一？如果一不是，就一定是你。所以如果你是狼，你只会空刀，你不可能刀人。你刀十一是就知道你是狼，懂吧？所以 你是好人，你是狼，你都会出局。别的就没了。如果你是好人的话，那这个十二应该就是狼。太可怕了，这个人。三维段。海王爆爆爆，真恐怖！我可以给我是个平民，就是我还需要，但是我该表的水我得表一下，因为上一轮十一金水投了我，这一轮五号玩家是一张女巫牌，就是还在纠结十二和三十守卫，今天没抽多少出，很难分吗？就是那天三单死的话，对吗？那十二号玩家，我们现在回头看，如果十二是个守卫出局，那么三是个狼，三是个狼，那当天只能是他吃毒了，他不会自刀，对吗？那当天的刀在哪儿呢？那三是个活狼，他没必要不开刀嘛？女巫守卫已经被他扛推了，对吗？所以三是不是就不能是个狼啊？所以三是不是只能是守卫？那一天回过头来投十二的，那我能是十二的狼同伴吗？对吗？那一轮守卫拉出来对跳了，结果我眼也没有发。客观事实是我的发言过麦了，结果我把十二投了。那么这是我的表水啊，我跟你们说清楚，就是可以对吗？我跟十一号玩家对话的话，你认为三十二里谁是守卫？哎呦，谢谢韩王的，现在就是你藏宝图，你觉得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哎呀，太可以投我，可以投我，只要你们确保一号玩家最后一张狼人牌不会偷偷回来，最后砍一刀。谢谢韩王的投我，确实是藏宝图，但是我水得表了，好吗？我发言过了，我。韩王太客气了，谢谢韩王的藏宝图，我都一年没收入过藏宝图了，哎，那就是二一个狼，一个狼，七一个狼，十二一个狼，对吧？还出了三连狼，三连神，我是个枪，这个十一真的第一天验酒，不是第二天验酒，九倒牌了，让狼砍死，第二天把我枪验了。我得带着警徽盲试出人，我还得谢谢他们，那我肯定发言有点气氛啊，对吧？半年半年半年，那我现在才是要道德玩家。世纪婚礼是世纪婚礼，不是人生这个时间有点短，对吧？我不出你六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好人，你要是狼呢也赢不了，因为这个五号玩家是个特求稳的玩家，宁愿读三，对吧？那我呢是为了节约各位的时间，好吗？提前个几分钟也是生命诚可贵，好吧？你要是狼，你也就自刀，这叫道德绑架，好吗？今天就他要出谁啊？真的真的，我好久没收过藏宝图了，真的藏宝图就是好久没收。我上一个藏宝图是谁送的都不记得了。我知道我上一个世纪婚礼是韩王送的，我上一个浪漫热气球是卢卡斯送的，我记得清楚吧？上一个藏宝图我真的忘了，不是 Lucas， 你送的是浪漫热气球，你送的不是藏宝图，我都有本的，都记录了啊，都记录的，好吧，不会错的。你送我的是浪漫热气球，我当时才想，还想到一大老爷们送这种东西，咦，但游戏结束，我也不嫌弃啊，好人获胜，我也不是特别嫌弃。哇，这四号可以啊，凯瑞啊，骂不骂人？这四号跟十二号不骂，我操，对不对？吃，哎，牛肉干直接生气走啊！你看看，
海伦送的海洋之心是吧？我都忘，真忘了，真忘了。我现在合同还没定，就是谈好了还没归档，等我归档了，我就得天天搞你们礼物了。新合同，哎，这又得那个。对，也行，就大家送小资本也行，我不挑食，我啥都行。回来了，嗯。哒哒哒哒哒。牛肉干干都生气了。戴子轩放学了，今天不是放假了。今天我准备给他们联系一下上课的事儿了，上街舞课的事儿，派他们去上一下街舞课，好不好？请看牌。就是喷呀。天黑，请闭眼。